绿队，谁还在下面啊？哦，巧克力还在下面。你要收这么干净哦？收钱了，巧克力又跑哦。完了，我看20的视角。完了，二零要不要夹死？你真的不行。好、哦，那、哦、我来看那个，要这边 要打起来了，要打起来了。要通了，要通了。嗯，在互互补这个附魔弓已经准备好了。哦、对，汪汪拉弓了。要打吗？他们说安全区内啦、欸。好像要通了，要通了。通哦、欸，还没历史好多。等一下，一直在补，一直在补，一直在补。历史好多啊！一直在补，好多历史。哎，怎么办？历史补不完。好吧。哎，红队，红队跟谁遇到？哎呦，没有啊，黄队那边很安全啊，黄队吧，是不是？他看到黄队了。哎呦，我先看这个最会打起来的这边。哦，二零要夹不夹？二零先夹。二零，哎，二零回来了。二零回了，哇，太神了！活了，回来啦！闪闪吃金苹果了。哦，哎、欸，在干嘛？在干嘛？绿队怎么了？在干嘛？哎、欸，闷死，闷死！这边、哦、哇塞，哇塞，我没看到，可恶！我也没看到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他去怪太久了吗？他在边界了，边了是不是？不然就是那个啊，遇到杜鱼还是什么的，有没有？老被卡没关系，等他上来，等他上来。等，来不及看。哎、欸，蹲蹲骑马受伤，这样算？死一片。对啊，被夹到了。墙壁安全区，我猜他们可能不知道安全区的位置啦。可是往中心点挖，也、哦、有中心点啦、啊。这被压扁，中心点挖就好了。对啊，他们是被压扁，然后他们被卡在通道里面，然后就卡在通道里面，然后结果就不能挖了，就被夹扁，挖太慢吧，我猜。嗯，不然上来。哎、欸，这样子，你们要单纯，来夹过来了，夹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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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、欸、哎、欸、哦，有挡到，哦、有打到那个破盾了，破盾了。哎呦哎呦，这个闪闪那边，哎、哦、跑了，你们怎么了？你们怎么啦？我们以为是已经到了高了，就换一边走，因为我们都在圈外，对。他那个两分钟缩圈是缩超快的，对、啊，有感受到，直接缩到最新的一小格这样。所以如果我们刚刚铁稿撰稿，感觉你直接挖都来不及逃哦。对啊，这边绿血、深红、深红跟紫色，感谢小青铁大家。哦，深红紫打起来是哇，来有有表，哦，三打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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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峰哥可以摸，打起来了，打起来了，哦，法师上，有没有岩浆桶？紫队是有附魔的，哇，可惜可惜，金苹果还没吃，峰哥再来，哎哎哎哎哎，哇，法师加盾，法师加盾，哇，可是血量，一定要杀，一定要杀，不能逃啊，杰克上，杰克上，杰克还有血量，杰克上，玩的玩的，哎，杰克是强力四哦，滴滴，杰克强力四哦，超高哦，他们刚刚感受到我们那一剑。有够快了哦！可是两个血都很多，杰克要逃了。那杰克没剑就废物了。那个，哎，地上有没有东西啊？你再往那个安全区外啊！地上有没有东西吃啊？对啊，有啊，金苹果啊，看到一颗金苹果。一拳没吃。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你要吸到。口爷布拉哥直接送了。哇，杰克，哇，哎呦，克了一颗。对啊，可惜可惜。我现在打在地表，还有在地表钓鱼，白太有钱了！哈哈哈！你们好，你一拳你没吃金苹果还笑人啊？专业送金苹果还笑人啊？哎，我吃掉，我要把金苹果忘记了，我要把金苹果吃掉。他边界缩的速度，你稿子来不及。嗯，真假的，超真的太要上地表吗？真的太远了，就真的太快了。我觉得这才刺激啊！可是他有，他肯定是给你有，可是他可能是有给你四分钟啊，有给四分钟，提早准备。对啊，我们都有提早上地表了。哎，等一下，那个好，哎，紫队他们在安全区外哇，没有没有，他们知道，他们知道。那边有黄队啊，移动很方便。地表移动随便都可以。对啊。哎，蓝队根本不用移动哎。重点是魔将之子就直接在地表大拉拉的在那里。魔将之子啊，大咧咧，灰队上来了。都上来了，都上来了，会遇到吗？大家都上来了。哎，反弹很危险哦，反弹很危险哦，反弹很危险哦。对，
不要杀那个下面的，他们还在底下堵他们就好了。哎，看看粉红色，看粉红色，看粉红色。红队，赶快！我要打了，要打了。哎，不要！哎，躲在人群外，不要这样闹。红队，红队的下面。杰克被打了，不要！杰克，杰克被打了。说真的吗？哇，他在游泳，游泳，游泳战法，杰克战法，杰克。以为游泳就是杰克，杰克。爆甲，杰克被爆了。只有一格的水还要游，硬要游，只有吃鸡苹果水。哎，要抱过去，要抱过去。好了，跑了，跑了，安全区外，他在安全区外，往前跑，往前跑。在安全区外努力的挣扎，杰克往前跑，往前跑，快跑！哦，蓝队的还没说，杰克还没说，不要跑，你快跑！还有林也在受伤，白队跟黄队要汇合了，三打三，三打三，那个我全部都打起来了。节奏遇到蓝队，好热呐！啊，还好还。节奏要遇到了吗？快点快点！白队已经打起来了，白队已经打起来了。哇！烧到了，没有水，有哦，那是一个附魔跟铁，哎，火焰剑啊，火焰剑。都能砍掉，他们都砍掉，直接。哈基撑住，你断，哈基边站边接边接，哈基断，演员撑一个，不要撑住，断，都说没事，好，可以，来，墩墩被边界刷了好几下，杰克撑住，杰克，哎，我感觉有人要跟我们一样巴西哦，哎，刚好这边被包围了，哎，没事，砍木头，砍木头，还有两个，是效率高啊。跳，摔下去了！哇，杰克，跑掉！哇塞，回马枪，硬来！哇，杰克跑掉了，跑起来！他前面遇到红队的，哦，好多，被抓到了！哎，蓝队这里，蓝队打了！哇，杰克，他们表示杰克不需要先打，让他找杰克。不行，不要打杰克，我们才一个人而已，我们快上去把折平网路线。哇，杰克，你看彤彤也落后，彤彤也包过来了，咬了一口就跑。打起来。杰克好可怜哦！被三队追来追去，被围攻，过门的阶级没有人员看到了，我有看到。杰克，你是过街杰克啊？哎，没有啊，我得跑啊！其他队爆掉了，其他队都是在僵持住，就看到你就直接打了。要说拳头，要打起来了，要打起来了。紫队，太打了！喵，要死了！哎，我觉得他们这样打，加进黄队分开来了，分开来！红队要赢了！黄队要赢了，红队要赢了！哇！战败！哇！约死了！红队后面来收头了，收头！红队来收头了！哎，要再收！我觉得红队要再收一场了！哇！好了，小雨会受伤，干掉一个了！快走！快打！快打！蓝色还是一个？现在说，黄队，三面夹击，有，两队了，剩下两队，两队，蓝队灭了，哦，曾总，哇，居然还帮我命名，天哪，太多，还在说，因为他说的地方超级那个超级边边的，会说到一吗？会，他们因为有效率高才逃，有效率高，现在开始限制来不及啦，我们淹没不好玩，意外的快。因为这限制有点类似那个啊，就是最后小房间的概念。嗯，对啊，对。嗯，哇，这才是我要看的啊！真的。好，结束了，要打架了。我手还有，哦，太酷了。那个有人杜一树挖零个的吗？
我林业，我林业，我一开始就死了，我两百，我两百八十五，五百二十三个石头，零度鱼，哇，我十二个石头就一只了，我一个，要不要说有人看见往下那个，哦，很难过，可以远远挖好几只啊，我好像四只还五只哎。我也差不多，我有点忘记了，两到三只是一个中，可是我们七七七，太多了。说，我这边第五个石头就中掉了。可是我只挖到一只而已。哎，我旁边有看到吗？因为你被我们杀了啊，指望七七七七七七七，还有这个大富豪家，哇塞，哇，哇，我怎么死了？还挖到钻石啊？啊，我吗？谢谢谢谢，太扯了，他真的很扯，太扯了。没有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就说这个时候，你知道吗？要放音乐，然后我们就说，哎，要放哈。哈利波特吧，超级坦克，繁星欸，那是法师啦，繁星早就死了，杜宇超爆的，我发誓了，对不起，我就说我们两个不能同一队齁，来咯，最后的是吉沙耶！耶！音乐团团，耶！我还是要带走一个。我跟你讲，这一届这个小雨的运气太扯了。怎么了？他钓鱼钓到强力士的弓哎！魔术太扯了吧！他钓附魔术，难怪。我们钓了半小时哎！我们三人钓半小时都钓不到东西。他今天钓了十几只河豚哎！这一届大家都在钓鱼啊！大家都在钓鱼，全世界都在钓鱼。我还看到那个邱浩那队就一排钓鱼机在那边看着，真的打网咖哦，打网咖机台有没有？哇，现在有在凋零吗？哎，可能你后面，啊，怎么了？会被凋吗？现在凋零会被凋零吗？没有，再往下，你往下，你往下，结束了，往下，往上，你往下停止吧，结束就不会了。我往上，我往上，我往上，我往上。哎，那停止指令了。我切错了。我被踢掉，没有，没掉了，没掉，没掉了，真的。指令停了啦，指令停了。好了，下一次继续啊，继续继续。下一次可能会开放一些同队伤害东西，好不好？同队伤害，同队伤害。那雷神竞争激烈。就你们那一队了啊！三个被夹死的，就你们那一队了啊！解释一下为什么一起？因为他也好话，对不对？没办法，他缩圈其实理论上你挖的速度不行。小雨他们是因为有效率搞，我们没有啊。所以没有，所以逃不了毒，被夹死了。逃不了，毒来了，毒来了，毒不会等你这样子。对。你就是要开车，其实有用计一下，就一个人挖上面，一个人挖下面，这样对啊。我们后面是这样子配啦，一个挖上，一个挖下。因为我们不好意思讲那个杜宇，那个中心点离我们出生点好近哦，好爽，真的吗？我们就回去，圈内，圈内，圈内，移动一步，圈内。我们那个绿队申请雷神队。哈哈哈哈哈！去去去去去去！哈哈哈哈哈！都是三雷神，神雷神，太神啦！好了，今天就到这边了，准时下班，大家再会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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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啪！能准时下班真好，真的真的难得。好啦，感谢各位收看啦，很可惜是前期是太早啦，不然我觉得音乐他们很有希望，真的吗？很有希望。好啦，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，想继续看帮我点个订阅，我下次见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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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阿汤在受伤。